潮海哥發現了一間氹仔新開的網紅店，他們的包都挺有特色的，讓我快點試試。他們的食物全部都是即叫即整的，試一下這個招牌腐牛鴨先。這個鴨呢有少少鹹，但是加上它這個黑松露的蜜糖醬呢甜甜地，再中和回整個味，值得一試。澳門吃豬扒包就吃得多啦，乳豬包你有吃過沒呢？哇，真的皮中脆啊，而且這個包裡面加上甜酸醬呢酸酸甜甜的很開胃啊，吃一口先。除了漢堡包之外，他們還有法式包和素食給你選擇。咁成个包都口渴噶啦，系时候试下佢哋个招牌奶食啦。佢椰子味好香啊，同埋加埋佢有少少姜姜糖入边咧，辣辣地啊，就有感觉咧好特别。再加上佢呢、這个其实有少少偏甜咯，我觉得因为佢系入边系有啲雪糕整成嘅，成杯都系。试埋呢个咸蛋黄黑芝麻奶食先。佢咸蛋黄同埋黑芝麻咧出奇地夹喎，我觉得如果冇唔中意太甜嘅朋友都可以试下呢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快点 follow 我们女人我最大，同埋我海哥的 Facebook 和 IG 啦。